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十九讲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来谈航空货物运输。那么我们讲过海运，讲过货柜运输，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目前呢，呃，也相当普遍的航空货物运输。那么，接下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纲。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有四个，第一个是航空运输的优点，第二呢航空运输的托运手续，接下来是航空运费的计算，最后是空运提单。 好，我们首先就来进行第一个单元，那就是航空运输的优点。航空运输的优点有很多。第一个，它运输快速，所以可以降低库存以及存货管理成本。第二，交货迅速，所以可以稳固商誉，提升竞争力。第三，可以直达内陆的目的地，所以快速又安全。第四，可以降低运输包装的成本。第五，货物的毁损率低。第六。 生鲜的货品可以适时的运到，第七，可以适应市场紧急的需要，第八，加速资金周转。当然了、哦，空运跟海运呢，两者在比较的时候呢，空运的运费要比海运来的高，而且高出许多。然而呢，现在有很多的货物呢，啊，那么呃，因为啊、哦，要赶时间的关系。 或者因为呢，它的单价比较高，而且呢，它短小轻薄，所以呢，就呃，运费的比重来说的话呢，空运运费那么已经呢不再是啊，就是呃那么负担不起的。也因此，现在有很多的货物呢，都用空运呢来作为呢国际市场的一个运输的方式。 那么尤其呢，在我们国内啊，我们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呢、啊，电子产品的话呢，那么呃，不管是出口或进口的话呢，几乎呢，通通都是用空运来运送的哈。所以因此的话呢，呃，空运运输呢，在我们国内哈，那么对业者来说的话，可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运输方式。那当然呢，也就必须要去熟悉它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呢，我们呢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就是航空运输的托运手续。 空运运输的托运手续的话呢，原则上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的话呢是直接托运，直接托运很简单，就是由货主呢直接向航空公司呢来托运。好，那么这种直接托运的话方式呢，事实上在目前的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哦。那么比较常见的反而是我们等一下要说的间接托运。 所谓的间接托运的话呢，就是在货主跟运送人之间呢，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是谁呀？这叫承揽业者啊。所以呢，货主呢把货物呢托运给这个承揽业者之后呢，再由承揽业者呢向航空公司来做托运。相信同学呢对于承揽业者呢是不陌生的，因为我们在谈到海洋运输的时候呢，也谈过承揽业者。 那么在海运市场当中呢，承揽业者他也是存在的。可是呢，在空运市场当中呢，货主对于承揽业者的依赖呢，那就更重了。除了呢，因为承揽业者他可以呢帮货主呢，呃。 这个办理很多哈相关的一些繁杂的手续之外呢，那么在空运市场上呢，就有更由于呢整个空运运费的结构的关系呢，那么呃这个承揽业者呢，他更有存在的利基。怎么说呢？因为在空运的运费的这个呃设计上面的话呢，它是凡是货物的数量越多的时候呢，那么它所享有的平均的单价就越低。 那么也因此呢，如果我们托运的货物的数量啊，那么到达某个集聚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比上一个集聚呢要来的更低的单价运费。那么呃，对一些少数的这个呃呃货物的这个货主来说的话呢，那么如果说他自己去托运，那当然呢呃所适用的这个费率会比较高，那就划不来。也因此的话呢，透过承揽业者呢，那么可以啊呃达到呢这个货物数量的这个呃规模啊，那么呃可以适用呢比较低的运费。 那这样子呢，对呃航空公司、对承揽业者或对货主来说的话呢，那么三方呢都是三赢的局面啊。也因此的话呢，在我们国内的市场的话呢，货主呢，呃，在空运市场当中呢，呃，有关于托运的手续的话呢，多数呢都是委托给这样的呃承揽业者来办理的。那么这种承揽业者在市场上呢，他通常都是挂某某航空货运公司，那么这样的名义呢，那么在营业的。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呃空运的这个托运手续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单元的 Q&A，我们看看呢，你可能有的错问题是什么呢？航空货运承揽人除协助货主托运货物之外，还兼办理哪些业务呢？ 那么除了呢帮货主啊托运货物之外呢，他还办办理了很多相关的业务，比如说报关、内陆运输的服务、海空联运安排服务，同时安排打包、刷印装运标志、贴标签、代办保险、制作贸易单据、寄送货运单据，还有运费的计算、运送方法及工具的选定、代电各项的费用。 货物的仓储的服务，还有提供相关的最新的资讯等等呢。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呃，目前呢，航空货运的承揽业者呢，他帮货主啊，那么所可能呢，会代办的各个呃项目啊。 那么也因此的话呢，呃，在市场上哈、啊，不管呢是大型的公司或是小型的企业啊，那么当有需要呢，这个航空货物的呃运输的时候呢，通常呢都会呢呃寻求啊这个呃承揽业者的一个呃服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助啊。那么也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种承揽业者在目前我国的航空货运市场上面呢，他所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么课程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啊。等会我们要回到第二个单元，我们有其他的单元跟同学呢来做讨论。待会儿见，同学，欢迎您回到第二段的课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就是航空运费的计算。 那么在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们首先要跟同学来谈航空运费它的计价基础是怎么样呢？很特别哦。当我们在计算航空运费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来计价呢？可能是用重量，可能是用体积。那我们呢要把货物的实际重量跟用体积所换算出来的重量两者相比较，比较之后呢，用大的啊那个了来作为我们的计价基准。 那么体积怎么折算成重量呢？啊，那么一般呢，在市场上的话呢，现在呢标准的折算公式呢，在公制里头的话呢，六千个立方公分我们算它是一公斤，或者是在英制当中呢，三百六十六个立方英寸算一公斤，或一百六十六个立方英寸呢折换成一英镑啊一磅。好，那么呢，我们看看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某批货物呢，它每件的毛重是八公斤，而体积的话呢是五十公分、四十公分、三十公分长宽高，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它的实际重量是八公斤，而体积重量呢，体积重量用体积去折算成重量，那么我们是公制，所以呢是长宽高乘出来呢除以六千。 算成一公斤，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它的体积重量是十公斤。那么八公斤跟十公斤，我们要取高的，所以呢，就要用体积重量十公斤来作为我们运费的计价重量。好，接下来看到的是运费率。运费率呢，目前呢，航空运费呢，大多数都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运输协会 IATA 所定的运费表。那么 呃，运费的呃，运费率的种类呢，有以下。第一的话是 M，M 的话呢，就是最低运费，还没有达到呢，呃，最低运费的呢，一律要收最低运费。N 的话呢，是叫做正常的费率啊，那么它指的呢是四十五公斤以下的货物的话呢，那么它所适用的费率。 那么如果说呢是超过四十五公斤以上的呢，那么就要适用 Q，就是 quantity rate 啊，数量费率。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的货物数量比较多，那么高于四十五公斤的话呢，那么呃呃它通常会还会再分集距啊，那么有不同的集距。那么如果说呢看我们是适用哪一个集距，那么就适用什么样的费率。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它的货物的数量越多的时候啊，那么所谓的这个计价重量越重的时候呢，所适用的单位的费率呢就会越低。此外，还有一种叫做 C，C 的话呢叫做特别的运费啊，那么它都是呃由这个呃市场当中啊来选定啊，经常所承运的一些货物啊，然后呢就这些货物呢个别的来定他们的。 这个呃费率啊，它的分级的这个集聚的费率，那么希望呢啊，当然了，这样的这个呃特别运费率的话，通常会比一般的这个运费率要来的优惠一点。那呃无非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较优惠的费率呢，能够来稳定呢所承运货物的这个货源。好，那么呢我们呃举个例子跟同学来做说明啊，这个运费呢它是怎么样来呃做分级的哈。好,好，我们看到这个呃运费表的话呢，譬如说我们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呃。 空运的这个运费的话呢，啊，那么呃，M 的话呢，二四一五啊，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啊，呃，空运市场的这个运费报价跟海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通常都是用新台币在报价的啊，所以呢，二四一五是最低的运费啊，最少最少都要付到呢这个啊，二四一五新台币的这个呃运费。 那 N 的话就是低于四十五公斤以下的话呢啊，那么呃每公斤是三百九十块钱。那么四十五就是高于四十五公斤的，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两百九十二。那另外它上面还有个集距是五百，那意思就是说在五在四十五跟五百中间是适用两百九十二块钱的这个呃运费。那如果说呢是在五百公斤以上的话呢，适用的这个费率的话呢，是两百二十六块。可是呢它还有特别运费，也就是说呢呃这个。 货物的货物代码是零三二零的，那么它呢就又跟分成了呃五百跟一千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个集聚，那么在五百以下的话呢是一百六十八，那五百到一千。 对不起，这个五百到一千的是一百六十八，那么一千以上的话是一百四十六呃每公斤。那如果说呢是呃分类至一零二四的这个货物的话呢，那它就分成呃四十五到一百、一百到两百五，然后两百五以上。那如果是一四八五的话呢，那它分的集距就更细了，分成四十五到一百、一百到两百五、两百五到五百，还有五百以上的这样的集距啊。 那这个呢，就是特别的运费率。那如果说呢，不是呃属于特别运费率的话呢，那就适用呃最上层的这个哈，那么就只有分成四十五以下、四十五到五百还有五百以上这三种的集聚。好，那么呃这个是运费率的这个结构。另外我们看到其他的费用，啊、呃、还可能会有相关其他费用，譬如说可能会有报值费、仓租或者是垫付的费用，还有转运费、传输费、报关费、打盘费等等的。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运费率，我们也知道这个计价的重量，还有一些相关的费用。来看看运费计算的方法呢？应付的航空运费等于呢计价重量乘上呢我们所适用的运费率，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可能要支付的一些其他的费用，那这样呢就是呢我们要支付的航空的运费了。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同学来做说明哈。首先来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哦。 假设代号一零二四的这个货物啊，那么我们所交运的实际重量是两百四十公斤，体积重量是两百公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实际重量大于体积重量，所以我们是以实际重量来计价，也就是两百四十公斤来计价。那两百四十公斤呢，我们所适用的级距是一百到两百五的这个级距，那么所以呢，每公斤是两百三十九块钱啊，两百三十九块钱就是一零二四的这个货物。 也因此，我们的运费的话是二三九乘上两百四十公斤，那么就是五七三六零。那可是哦，我们要知道哈，在空运的市场当中呢，货主可以选择选择什么？可以选择自动要跳级，跳到更高的级距啊。虽然我的货物只有两百四十公斤哦，可是我自愿算成我是两百五十公斤啊。当然，货主绝对不会吃亏。为什么？我们算成两百五十公斤的话呢，我们所适用的费率呢，就变成是一百九十块钱。 那所以呢，假设我们算成是两百五十公斤，那么乘上一公斤一百九十块钱的话呢，我们要付的运费呢是四万七千五百块钱。 那相较于刚刚适用在一百到两百五十公斤这个级距的五七三六零，那四七五零零当然就是比较低了。也因此的话呢，当然货主呢就会很聪明的选择呢，他要跳级，也就是说呢，他要自动变成他是两百五十公斤。那这样呢，它可以适用的费率呢就会比较低，而总付的运费呢就会比较呃这个便宜一点啊。好。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简单跟同学啊、哦、说明了这个航空货物运费的一个计算了。所以货主的话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呢，我们的实际重量，还有呢体积重量，两者到底谁重，那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的这个计价重量是哪一个。那计价重量是哪一个，还看看我们是不是特别的货物。如果我们是属于那个特别的货物的话，我们去找到所对应的那个呃。 那个呃，运费的这个集聚好，那么找到这个集聚之后呢，看看适用这个集聚所得出来的运费是多少。可是先别急，我们还要再看看，如果我们跳级呢，如果跳级会比较划算的话呢，或许我们选择跳级呢会更为有利。 好，所以呢，要经过这样几个程序的步骤呢，之后呢，那么才能来决定啊，我们呢应付的运费呢有多少？那当然呢，也不要忘记，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费用啊。那么加总之后呢，就知道我们该付的运费有多少。透过这个呃流程呢，我们就可以呢来确实掌握呢我们的运输的成本。 接下来我们看看，看看了、喔、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运费计算的个例子啊、喔。那么假设呢有 A、B、C 三家公司，那么它要出口货物，这个货物呢是非特定的货物，就是属于一般的货物，那一样要到阿姆斯特丹。它货物的资料是这样子哦、喔、，A、B、C 三个。 三批货物的话呢，他们分别的实际重量跟体积重量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 A 呢要用两百五十公斤来计价，B 的话用三百二十公斤来计价，而 C 的话呢要用三十五公斤来计价。那如果说货主呢，他们呢分别啊去跟呃航空公司来托运的话呢，那么他们所适用的费率呢，分别 A 就是两百九十二公斤，B 也是两百九十二公斤，那 C 的话是三百九十公斤。 好，那么他们要付的运费呢，就分别是七万三、九万四千四、九万三千四百四十，还有呢一三六五零。13, 650, 可是 C 的话呢，它比较特别，因为 C 的话它是三十五公斤，三十五公斤的话呢，已经接近四十五公斤的级距了，所以他考虑一下，他要不要跳级？好，如果说他跳级的话呢，他的运费是一三一四零，嗯，比较便宜哦，所以呢，当然他会考虑呢要跳级。好，那么跳级的话呢？ 它的运费呢，就是一三一四零了啊，跳级到四十五公斤以上了。好，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三批货物呢，我们不分别啊去托运，我们通通交给同一个承揽人啊来帮我们托运的话，来看看 A、B、C 三个货物加起来呢，实际重量是五百七十五公斤，而体积重量是四百六十公斤。所以呢，这批货物这一大批货物哦，啊，我们的计价重量是五百七十五公斤。 好，那么适用的费率当然呢，这个集聚就更高了，可以跳到五百公斤以上啊、哦，那么就是两百二十六公斤了啊，那两百二十六块钱一公斤。好，那么所以呢，看看呢、啊，如果我们找承揽人来这个呃托运的话呢，承揽人呢，他向航空公司托运的时候呢，他只要付多少？只要付一二九九五零啊，一二九九五零。好，那么如果说呢，承揽人他分别跟 货主收的这个费率的话，虽然他只付给航空公司两百二十六，可是他跟承揽人，那他总总是要赚取一点差价嘛。所以他跟这个货主 A 呢收两百五十块，跟 B 也收两百五十块，跟 C 收三百块。那么 A、B、C 分别要付给承揽人的总的运费是十五万三千块钱。所以承揽人收十五万三千块，那他付给航空公司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块钱，这当中就是承揽人呢他可以赚到的这个差价。 那对货主来说呢？如果说呢他自己去托运的话呢，所适用的费率啊，呃，比如说 A 是两百九十二，B 是两百九十二啊，那就比较高。如果说他交给承揽人来呃运送呃来来托运的话呢，那他只要付给承揽人两百五十块钱一公斤的运费就可以了。相对来说的话呢，呃，请承揽人来托运的话，当然也就会比较划算。 啊，所以在这当中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承揽人也赚到差价了。然后呢，这个货主呢，他们呢也可以呢适用比较低的这个呃费率哦。好，那么呢，这是一个呃简单的比较，让同学呢可以知道啊，那么为什么呢在市场上要仰赖承揽人呢来作为呢我们托运的一个中介的一个代理人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呃 Q&A，我们看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何谓报值费？好，所谓的报值费呢，就是指的货主托运的时候呢，申报货物价值每公斤超过货物赔偿限额的部分呢，所征收的费用。那么报值费呢，它的计算方式是要用申报货物的美元总值。 除以我们货物的计价重量啊，就是那个体积重量跟呃实际重量比较出来的那个计价重量，然后再减掉货物的每公斤的赔偿的限额，然后再乘上报值费的费率，再乘上货物的计价重量，再乘上汇率，因为呢这是用美元来计价的啊，所以呢我们还要再乘上汇率，那么就等于呢是台币的报值费。这个报值费的话呢。 呃，它相当于是一个保险费，怎么说呢？因为呃，运送人他通常都会有每公斤的赔偿限额。譬如说呢，在空运市场上的话，比较常见的是每公斤大概二十几块钱的这个美元的赔偿限额，再多运送人就不赔了。所以如果货主觉得我的货物的价值很高，我希望运送人能够呢照价赔偿的话呢，你需要向运送人来申报货价。 可是申报货价呢？那么运送人就要多收你报值费。那么报值费的计算方式就等于我们刚刚的那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啊。所以呢，这个报值费就相当于是保险费。 只不过说哈、啊，现在在空运市场上面呢、啊，呃，运送人呢、啊，他会跟货主收保险，呃，收这个报纸费的也不多了，因为很多的运送人是不接受货主呢来申报货价的。那也就是说呢，他希望货主呢直接去保保险人呢来保险就可以了啊。那么呃，如果说呢有这个申报货价呢，那么对于呃运送人来说，他呃在程序上面是比较麻烦的。好，所以呢，呃，目前呢，呃，除非啊你有呃特别要求一定要申报货价，那么呃要求呢，呃。 阅众人要接受，否则的话呢，通常这个报纸费呢，在市场上呢，目前呢是比较少见的哦。好，那么课程进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么等会儿回到我们第三段单元呢，那么我们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内容跟同学来做讨论。待会儿见，同学，欢迎你回到我们第三段的课程。 在这段课程，我们要跟同学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单元，那就是空运提单。好，那么讲到空运提单，我们首先跟同学来介绍空运提单的功能。为了要配合货主对空运货物快速送达、立即提货的要求，空运提单的收货人呢都是记名式的，所以空运提单呢都是不可转让的货运单据，它不具备有。 物权凭证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呢，跟海运提单呢，那当然呢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可是啊，我们呢除了介绍海运提单以外，我们还有介绍其他的这个呃货运单据。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空运提单跟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些其他的单据，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首先来看到呢，就货物收据来说，不管是海运提单、空运提单。 或者是海运货单，或者是邮政收据，或者是快递收据，那么他们都具有货物的收据的功能。可是这当中就只有海运提单、海运货单，还有空运提单具有运送契约的功能。再来，只有海运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像我们介绍过的这个 C V bill 就是海运货单，还有我们今天讲的空运提单都不具备有。 物权凭证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凭着空运提单不见得能够提货。运送人在放货的时候呢，是认人不认单啊，它并不是认单不认人的。那么也因此的话呢，空运提单它就不具备有物权凭证的功能，它并不是凭单提货的啊这样的一个呃物权证书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提单的分类。 托运货物呢，如果有同一个时间输往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目的地的，那么可以由承揽人来安排将数位货主的货物呢以并装的方式来托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的有两种提单，第一个叫做主题单 （Master a i w a y Bill），它指的是由航空公司所签发的提单。这种主题单是以承揽人为 Shipper 托运人，而以承揽人在国外的代理呢作为 c o n f i n e e 售货人，另外的话呢是分提单，叫做 House L V Bill。那么它是承揽人根据 Master L V Bill 签发给每一个托运的客户的提单。这种提单呢是以货主，就是这个出口商为 Shipper 托运人，以国外的进口商为提单的 c o n c e r n n g 售货人。 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两种的这个提单，一个是 Master L V Bill，一个是 House L V Bill。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说在市场上通常都是透过这样的间接托运的方式，所以承揽人他通常会介于啊这个货主跟运送人之间，也因此在提单在空运市场当中，这种 Master L V Bill 跟 House L V Bill，那么就常常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么我们呢用一个图跟同学呢来说明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么他们之间呢、啊，呃是怎么样来做呃这个运作的？ 首先，我们看到呢，假设我们现在有三个货主啊、哦，一个货主 A、货主 B、货主 C，那么他们呢有零星的货物，所以他们呢都去向这个承揽人来托运，因为这样可以呢让他们的适用的费率呢可以适用个比较低的这个费率。那么再由承揽人呢集合这一大批货物之后呢，去向航空公司来托运，所以整批的货物，那航空公司呢他就会签发这种主题单 Master L V Bill 给托承揽人，而这张主题单的承的托运人呢是承揽人。 那可是承揽人后面都有有这么多的货主，他们也都需要提单呐、啊。那就有承揽人来签发啊这个分提单，那么分别以这些货主呢作为托运人，然后呢签发分提单给这些托运人。所以，我们知道啊，在市场上呢，货主通常拿到的都是承揽人所签发的这种分提单，他不会拿到啊这个航空公司所签发的这个主题单。 不过当然也不尽然是如此啊。如果说呢，呃，契约或者是信用状呢要求啊，货主呢要提供的是由航空公司所签发的这个主题单的话呢，那货主呢就不能够啊透过这种呃并装的方式呢，请这个承揽人来托运。他可以请承揽人托运，但是呢，他要求呢要由航空公司呢签发以货主为 shipper 这种呃提单，那、啊、这种主题单，那么直接呢由货主呢凭着这个主题单去请求付款啊。那这个呢就叫做直走单。 好，那么课程进行到这儿呢，接下来是我们的 Q&A。A, 我们看看问题是什么？货物以一般空运方式，以及以快递方式运送有何不同呢？好，有关于空运跟快递呢，很多同学呢常常会分不清楚啊。那么他们之间到底不同点是什么呢？ 在报关里头的啊，报关的方式当中的话呢，呃，一般的空运呢，那么它必须要正式的报关；可是快递的话呢，如果说符合啊它规定的条件的话呢，可以用简易报关的方式啊，快速的通关。那至于呢，这个单位的运费呢，空运是比较低的，而快递呢是比较高的。 在服务范围当中的话呢，一般的这个空运的话呢，啊，它采用的呢是所谓的 port to port 啊，那么或者是现在也呃常常啊，就是有所谓的 door to door 这样的服务。但是快递的话呢，它都是 door to door 这种互对互的服务的。那另外的话呢，在适用的货物当中的话啊，一般的空运呢，它可以承运比较量大的货物，可是快递呢，通常它都是承运呢比较少量的啊，像一些样品啊，或者是单据等等的这些少量的货物。 至于在手续方面呢、哦，一般的空运的话呢，呃，货主要自办或者是请承揽人来代办，但是呢，呃，快递的话呢，由快递公司呢来包办，所以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交货的速度的话呢，快递呢也会比较快。所以如果说货物的数量不多，大概在三四十公斤以下，而且呢又是希望是 door to door 这样的一个呃运送服务的话呢，大家货主都会选择用快递的方式。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错误观念导正。来看看同学，你可能会犯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错误的观念是：发生运送索赔情事时，货主可以凭分提单直接向航空公司主张权利。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哈。那么，因为呢，主题单是航空公司发给承揽人的。 啊，那么因此的话呢，货主拿不到主题单，当然你也不能够凭着主题单去跟航空公司来主张权利，你只能够凭着分提单去向承揽人呢来主张你的权益。所以，我们看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正确的观念是，发生运送索赔情事时，货主不可凭分提单直接向航空公司主张权利。 需凭分提单向承揽人索赔，再由承揽人凭主提单向航空公司索赔。好，这个正确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哦。好，课程已经到尾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跟同学复习今天的课程重点。我们来看关键字：空运、承揽人。 主题单、分题单。我们下礼拜要跟同学来上的是贸易单据，我们的主题有贸易单据的种类、汇票、商业发票、包装单，还有检验证明书。好，今天的课程都到此结束啦，现场再见。